第六水道已被征。城西大道25巷公民及同居组的办公室换台式，恭喜获得第一名的是台北市居民国小陈品源，第二名富达游泳俱乐部林新乐，第三名台北市花园 MCA 洪诗涵，请三位获奖的选手尽快至奖品组领取奖牌，恭喜。48:03。怪怪的，不晓得有没有看错。